钱要是值钱的呢？就是几毛钱，你直接就是一斤几啊？我那便宜的噻，我真的。那种中秋有些大的，你是摆斤小。他有十斤五两，认不出来。男的这个，嗯。这个是不是斤多？那么多那个，然后就摆个，摆一个。真的，烤鸡就是一样的。你说我啥子？我真的，我发过给我买了买了。130，哎呀，我也不管了，可能自己看起了。我想买牛肝，你这个子，这个啊，哎，冬天呐，不是要吃，这个是什么？对对对，啊！